现在已经快4点了，已经烧到600度了。有米安老师在负责丢柴，遇到台北来的王老师跟师母，我在启墩的农场，预计6点就可以烧到1000度。他工作室有这么多窑。这两座柴窑合在一起，这个是火箭窑，火箭窑，这边是输送带，输送带。晚上这边还有烤肉 BBQ 跟汤阿给，所以下次可以一起来玩。木材充足。下次我们再揪一揪，一起来这边玩。旁边是他们的工厂，一片停车场。旁边就是高铁站，所以坐高铁可以带柴烧来烧，很方便。好，我们礼拜一开窑再跟大家分享。